在教学楼二楼领取校服。哎，快看！不好意思，我赔给你一双吧。就你？舔干净。麦当劳，你们吃过麦当劳吗？我都只吃肯德基。没有喝。不打声招呼啊，我的爷。喂，这谁的地方？还有事，先走。果然还是躲不掉啊。你竟然敢作弊。我没作弊，老师，是他们陷害我。这都是相亲相爱的好同学，谁会陷害你？你指出来。别考了，零分。这是。这个胶水也太黏了。事情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步了呢？到了这个地步？哪个地步？到了哪个地步？到了哪个地步？
到了哪个地步，我带你圈里迷路，你教会我最后的技术，撒谎的艺术该怎么立住，是怎样力度的技术的抵触，你现在过得是那么刺目，我知道你现在活得像哑巴，把自己的气候还把眼睛打瞎，兄弟的情谊体现得苍白而无力，请你控制住你，就算才适合你啊。能不能不要在这里搞说唱？不好意思，我们吵到你了。不是，我有音乐洁癖啊，这种音乐入不了我耳朵。这好奇怪啊。先不管他了，这首歌真是唱得酣畅淋漓啊，就好像突然有镜头似的，状态一下子就顶起来了。对啊，就像是在哪里唱过一样，感觉很熟悉。哦，对，我有这种感觉，就好像在一个烂尾楼里面唱过。哎，对对对对对。哎，多少套校服，给你了。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来到这个学校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些然后就开始被一群奇怪的人各种针对，目前我觉得快到我的底线了。实验室是吧？你说看他实验室才试卷哦。哎呀，真的不行。打什么？我不懂。我不懂。咱俩不认识吧，别整那些小动作，是男人要么坦荡说问题，要么直接 battle。 同学你很狂啊。住手！你不要多管闲事啊！听不懂人话吗？算了，走。你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吗？为什么要救我？没人想救你，我只是看着烦。以前
有个人教我，当人类忍不住要流眼泪的时候，就倒立，这样原本要流出来的眼泪就消失了。如果以后忍不住，试试倒立。这人好奇怪啊，没完没了了是吧？这么多衣服，原剧到这里该爆改了吧？哎，别动我头发！每一根都很珍贵啊。少废话！哎，过过分了啊！加码加码！哎，你还想一打二？就你这细胳膊细腿的啊！太吵了，闭嘴！Bravo！ 哼，一个人想要改变表面的样子，是何其简单的。再朴实无华的人，穿着这华丽的着装，也能变成另一个样子。有话直说。大家都很喜欢看差距很大的表，变化的那一下，仿佛整个人都蜕变了。哼，你是不是也喜欢这样的感觉？到底想说什么？哼，没什么，只是帮你认清现实罢了。人什么都能变，唯独变不了的，就是生下来就注定了的东西。让我看看什么叫做认清现实。你要传送完吗？谢谢你啊，你是叫做藤浩是吧？好像之前还没有怎么说过话。嗯，没事儿，之前可能还不太认识，因为我也不太想掺和学校里的一些事，所以很少和新人打交道。这里表面看上去一切祥和，但其实水挺深。所以还是要学理科。相对来说学理之后的就业方向和我之后打算的更匹配一些。但理性分析啊，你钢琴很好，艺术天分也不错，
学理有点可惜。哎，没事，就当兴趣爱好了吧。嗯，不过只是换了科而已，之后要是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我还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帮大家的。你好像跟你们班的左沙很熟。嗯，有时间一起听课。我们班的男生有点多，就是我们班的。咱俩不认识吧？别整那些小动作。当人类忍不住要流眼泪的时候，就倒立。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做人情现实。哎，所以还是要选理科。藤浩貌似要生日了。嗯，他好像还要办一个什么生日宴，还要求了穿着。过生日怎么还这么麻烦呢？今天天气还不错吧？你提前都备好了？难道是那个倒立哥？什么？哦，没有。我看了一下，感觉尺寸不是很适合我，要不然送给你吧。啊，这么突然吗？咱俩尺寸应该差不多呀。没有啊，我这么有肌肉。而且我突然想起来，我爸给我拿了一套，我穿他的吧。没事，送给你。谢谢你送的礼服，那是我叫人送过去的。好家伙，这哥们还想打一架是吗？没怎么见过你啊，小宝贝儿。可能因为你平时不怎么在学校上学吧。先别说这些了，我是想说，我也才知道小肉是个狂热的足球粉丝。哦，你喜欢谁？你要看是现役的还是退役的？都可以。杰拉德。不认识。下一个。我当然喜欢 C 罗啊。哦，上周他跟我一起吃饭了。要不一会儿宴会结束我们去踢球吧？他没空。怎么走了，两个小甜心？对了，朵山，我这身礼服真的是道明杰送的吗？啊，为什么呀？听说你们不是打了一架吗？呀，不好意思啊，杯子漏了。别在我这儿闹了，朵山，你过来。换这双吧。哦，不用了吧。我家人跟我说，其实穿什么衣服不重要，但是我们努力奋斗，拥有一些更好的东西，就像这双鞋子，无非就是想要更好的东西，也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运吧。果然，不一样的人才能有在不一样的看待这个世界。哎，对了，为什么一定要学理科呢？怎么了？你走了，你的兄弟们不会觉得不习惯吗？其实我觉得我比你更了解这种心情。
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样我也可以变得更好更强，之后我也能更好地保护好他们，你觉得呢？是我唐突了？不会，我反而觉得你这样很有魄力，你可以直接和小杰他们四个对战。好了好了，安静，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天呢是我们藤豪 baby 的生日，大家祝他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说说吧，怎么了？一个叫麻烦的被我拒绝了，估计怀恨在心了。是谁？我爸死对头的儿子。这有啥？很烦呐。当面解决呀。童哥，第几次了？轻一点，轻一点。其实最开始干嘛呢？虽然有的人看起来没有那么好接近，但其实他们都特别仗义。原来如此，所以当我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也会过来帮我。像我这几次去整部左山，就是希望他和他们不要太起争执，不要太针锋相对。但是那个人呢，黑都黑不走。难道说我不够凶狠吗？你没有我这么凶狠呢。你又知道了？那个左山，我们下次扮鬼去吓他。振东，那你又是为什么和我们一起去吓唬左山呢？好久不见啊，小宝贝儿。想我了呗？不禁豆。去呗，看他到底要干嘛，大不了我陪你。发烧了。干嘛？怎么只有你们两个在这儿？怎么？上次打你的是你想报仇？哎，别误会啊，你衣服上有只蚊子。品牌设计，时尚先锋，懂什么？神经！
你送左山衣服应该不是为了再去挑衅他吧？貌似你们误会有点大，他好像也不知道，你也没什么恶意。你很了解我吗？我会听你到最后，大梦想 go go go， 加油我的朋友 ho ho ho， 青春绝不停留，一起战斗在最勇敢的时候。哎，你和道明姐是怎么认识的？我俩吧，就是从小玩到大的。那你俩应该差不多，可能比累差那么一点。那他怎么了？对他这么感兴趣？啊，没有没有，你就差问他有没有胎记了。啊，他身上哪胎记？不是你身上有胎记吗？啊，你怎么知道？哦，有一次打篮球赛，然后你不小心露出来。多吃点，多吃点，吃吃吃吃，不用客气，吃多吃点。顺哥，有心事？还真有点。今天，哎，你和道明姐是怎么认识的？啊，他身上哪胎记？不是你身上有胎记吗？大概就是这样。今天他在电影院的时候。也有点奇怪，有人匿名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给我，这个是咱爸，咱爸旁边这个女士是谁呀？有点像救命！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到的时候，韩哥就已经躺在地上了。我怕出事，我就先扛回来了。没事。是谁？我们现在就去找他。算了，先让他休息。累。干嘛拦我？韩部想说，估计有些他自己的顾虑。等他恢复好了，先听听他说。那，要不我跟他一下？看他那个样子，一时半会说不出来什么。我倒要看看是谁有这么大能耐。喂，别疼了。你怎么发现的？我都被偷袭了，还能不长点脑子？
小超发现的。